到底有什么事情不能告诉我？这是我的私事儿。我们是夫妻，我生病的时候你一直在照顾我，等我醒来的时候你却不在了。因为有马侧妃照顾你啊。我想见的是你。心动是没办法隐藏的，要问我什么时候喜欢上你，我不知道，也许是你为我跳下去那一刻，也许更早。所以楚玉，我今天就是为你而来。